来跟学生老师，咱开始啊，咱来讲这个故事。啊，诸位同学啊，诸位教授啊，诸位来宾哦，大家好。啊，我今日哦，真荣幸啊，啊，受到这清华大学这个邀请哦，啊，而且来介绍这张批。这张批是咱国兴老和尚，伊当初呢，伫个新店遐，会使讲伊初来台湾的时阵，迄阵还阁无新店消息的时阵哦，阿妈伊伫建寺，啊建寺时拄到一个伊的徒弟啊，啊这个徒弟啊做甚物代志？当然伊老人家无甲伊讲，啊就是伊的一个地主吼蒋记这个。这应该是看这个伊的信封吼，像伊是一个军人啦，吼，啊是委员会内底，伊也是应该是啊现任的军人。啊，伊咧拜托伊一个恁境界内底的啊一些朋友，应该都是刑事组的，啊，甲拜托讲，你也来保护阮公爷老和尚。那这个故事吼，那你论起来，我出家35年。这种代志，唔是干那国兴老和尚才会拄到，也唔过伊去拄到，坦白讲，互咱出家人也好，互社会人士也好，有真大个启示个意义。第二就是讲吼，国兴老和尚，伊是台湾近代，会使讲直接接到咱禅宗祖师的这道风。上界明显，啊，上界受到尊重，广泛的尊重，会使讲两岸拢在尊重，也真难得。那么，伊的一生充满着啊，这个特殊的这修炼的方式，除了讲伊去大陆啊、大山啦、啊、啊虎鹫山洞啦、啊，哦，到尾啊，无物件通食，规日怎食果子啦？啊！伊本来落来甲伊即个泉州的即个新田禅师的时阵啊，因师傅啊转点上林啊，要甲试功夫，啊，专叫伊去顾迄个大殿，而且个功德箱，啊，结果迄个功德箱无顾无代志，顾一个内底钱崩了了，啊，所有内底迄个生活费拢为这功德箱来啦，古早迄个时阵啊。哦，大家拢安尼个，个钱呐，安怎伊无转来无代志啊，转来才出代志啊，安尼一个月，啊伊呢真自在，到尾啊转点上林，才个代志讲讲，迄是我比较期待个，这是伊个前期个修炼啦，哦，啊我相信这伊个诸位咱大拢看会到，要我今日要来讲一下哦，我看到是伊咱一般人看会到，我捌听过有这个代志，但是要讲啊才清楚个。会使讲是咱杨教授即摆啊，这个一本批吼，真特别的。安怎呢？简单讲就是讲，伊的一个地主，甲一个啊建设界一个刑事组织边只朋友讲拜托，讲吼，咱讲起老和尚吼，有一个地主，出家地主哦，叫做传人，伊过去是乌道的，吼、哦，那么呢？哦，啊，甲老人家甚至呢，要甲陷害，啊，未解，啊，较早都落寞嘛，啊，老人家全讲，啊，好，我让你，啊，离开了后，你还伊过去找别人来，去骗别人来，骗别人来呢，甲别人的钱啊骗走，哦，还是欠人钱嘛走路，走路了后，哇，这个庙是佫无人顾啊，啊，无人顾的时阵啊，你啊，人佫再请国兴老人回来。啊！伊一顿啊，然后哦，这个生意搁再兴起来，哎、欸，这个徒弟搁走上来，哦，搁再要来个闹啊！啊，这个中间，这个啊，蒋记这个地主啊，伊就看袂过啊，看袂过讲，哎、欸，阮师傅是足慈悲的人啊，一定让伊啊，让伊这个道场都败去啊，吼、哦，袂使，啊，这个叫落魔嘛，啊，伊怎请刑事做一个决定，啊，过二。接下来哦，那个亮亮，哇！迄阵戒严时期啊，哇！这个军咧讲落，迄当然就话哦，啊，就是讲这代志。啊，细节我都要讲啦，我先要讲伊个修道意思。你阮出家人来听，啊好，世俗人来听，
其实上这是真真使人安慰的了。安怎讲？真简单啊！这个大地修甲遮尼好，嘛会拄到这种土地哩跳。啊，我吼，我一生嘛修到一块迄落波罗木这土地真济，要不我来教我们广清老和尚比起来，啊，我太幸福了。过去祖师讲，修到一个歹土地吼，啊，参加饲两只虎。啊，咱广清老和尚可能是饲三只虎。啊，阮呢饲一只狼尔，一只狼而已，还不是养到老虎。所以说，从他的意思上来讲，老和尚这么有修行，哦，伊咧大量要修行的人，伊咧大量嘛是拄啊拄到这种业啊，修这种业就是业。虽然叫种啦，哦，那你修行内底讲哦，无迄个讲拍脸失败啦，哦，挂脸失败啦，无啦。伊嘛是爱忍辱，但是咱看会出来，忍辱是有智慧，吼，啊嘛有道德做基础，吼，所以讲伊感应到这个土地啊，吼，在个土地啊看袂过啊，伊来处理，吼，这代表啥？老和尚伊绝对袂认讲我是有道德，安尼老和尚伊变安怎？伊变安怎来忍耐这个代志？真简单，真正修道人伊袂感觉讲我是不是有道德。下人应该来扶持我，无迄个想法，一定是真谦卑，啊，真忏悔，家己讲过去无好个，啊，所以安怎样？一项忏悔，第二项是啥？相信三宝，相信佛祖，相信护法龙天，护法龙天你去感应嘛。你爱做是啥？一再净化家己，一再忏悔家己，念刷落去，就是对三宝。今日我因。我讲的三分钟讲，讲对那个超人本、超过人的这个经验的这个信心，对三宝的信心，也就是对因果的信心，厉害。你若过去咱的因果，今日照业消，照这个人消业。啊，若是因果该消过啊，自然福量天。你注意，咱未来好像是各位顶头都看到这种修行啦。所以讲。老和尚的这个代志，予咱修道人真大个启示，就是讲修道一定是无可为啦。华严经顶头讲，讲功德之花，必须要有这个啥业障障碍的绿色的叶啊，来衬托着这个咱这个花的面貌。修道人面对着这个人间。种种合理的、无合理的这种对待啊，修道人讲安呀，安止、忍止，甚至最后爱忍无可忍，爱感应着对咱爱啦。为佛祖动作都是安尼，这张配镜啊表现出来嘛是这个意思。那么第二个意思就是，第二个意思就是讲道场的建立，道场的安稳。唔是干那出家人，有法度做得到。咱讲素种地主嘛，嘛爱在家的地主来到帮忙。因为出家人伊表现出来就是对世间的慈悲、平等的爱护。我常常讲，我讲我嘛去中国讲经，我袂讲我徛喺台湾骂中国。但是你中国嘛袂使叫我徛喺中国骂台湾，因为众生拢我爱。今日不管是多一个人想做总统还是。乃至什么苏俄的普丁啦，伊啊不甲安尼一百年头，我拢讲啊，迄拢是众生，佛祖拢爱甲伊照顾。佛门内底，无底世间你看好歹，伊看到众生，拢看到伊的佛性。伊今日的做歹，拢是一时的无明，啊，甲过去的无好缘啦，无好朋友啦，啥个啊，啊，就好变哪样，你无爱做路。不是天生生出来就落寒，写两字讲落寒，不是安尼，你拖出来啊，法无自性，法无自性。但是呢，佛性顶万里，这个是佛教对待众生上大上大的教育，就是世间无恶啦，有歹事那样。那会晓安尼来信佛哦，我跟你讲，世间无少济。
咱吼，即什么乌人、白人、黄人、黄种人，什么人吼，迄差是真疏疏来个，嘛是甲做人吼，同款肉，同款疼，不管你信什么教，好歹拢同款，疼家己的翁，疼家己的某，吼，啊惜家己的爸母，吼，啊是惜家己，即种心情吼，不分种族啦，啊不分国度，啊嘛不分宗教。所以佛教看到了什么？因此呢，我们需要四众来共同扶持道场，不只是扶持佛教，是扶持佛其佛其人类内在这上软的这块啥，这块人性。所以讲佛做起来讲，想做讲伊要吃菜，那个众生拢是感官吧，感官主，拢感官爱感。你们心做低，伊就做做贴心呀，伊就才艰苦咧，你要搁甲食？唔是讲我袂晓食猪排呢，唔是安尼意思，是因为不尽众生苦。过来，大幸福教是安怎讲？伊讲我有幸福无幸福无重要，众生幸福较重要。你看咱观音老和尚从头到尾，咱看会出来，老和尚无讲啊一句歹话对伊。这个世界已经需要我们，能够一定不会看得出来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今日又讲，你的台湾会使讲是保留着咱华人内底上大上大的心灵的宝贝，就是啥？你知道吗？会使接受着无同的宗教，大家拢伫个同一个国土内底，非常的和平，有互相的赞叹。互相的支持，卖讲啥人骨好。我有一个道场吼，伫咧台南，啊，佫一个道场伫咧一个屏东。我伫屏东看到迄艰苦囡仔无人带，你知影我互相了，我提钱去请小妹，甲我斗带囡仔。我安尼请伊做三年，我佫替伊化缘一台车，90多万去服侍的，去山顶甲我载原住民出来食。我的信徒无一人讲袂使的，嘛无人讲，哎，钱来开修女遐，闹差，我做好代志，就带来到恁做啊。你，我甲你讲，你外国无许代志，全世界你学济啊。你咧卖讲啥？你日本吼，你信这个宗佛教，白面信佛教，你敢若信这个教，佛教的，比如说净土宗，啊，你要去走去信佛教的天台宗。你到时候你若查某人，到时候无遐多立祖公阿爸，你听无？安尼呢？伊嘛讲许做陪葬呢？你华人内底自由流通，这都是咱台湾上界宝贵的家。咱为家嘛看会出來，迄是老和尚做互咱看的啊。伊这样受着安尼，迄家己的徒弟啊，安尼人伊安无一句话讲，迄就是内在。你要讲伊阴用还是？你要讲伊相信佛？佛祖、佛法神，嘛会使，上重要是伊相信佛性。台湾的佛教，就是大乘佛教，大乘佛教就是相信佛性。啊，所以我即卖咧推动这个宗教基本法，就是讲，看台湾会使建立一个尊重宗教的善良，建立这种善的信仰的保护机制，保护的法律。这是我们台湾的国魂，世界没有分别世界的一切，我们可以，我们不是小的国家，我们有讲伟大，或许人家听起来不怎么样，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开放、最深细的宗教和合的心灵，宗教都能和合的，这个世界不和平吗？台湾应该引领这个世界走向和平。他有这个能力，他有这个资格，他也有这个文化底蕴。我要保护他。杨教授呢是用文物，啊，我自己是物理系的，刚好在因缘际会，我来推动宗教基本法的立法。基本法只是一个一般性的，不是在保护宗教哦，是在保护人类，特别是台湾对善良的信仰，由国家出面制定法律。制定法律，
来对善良来相信，阿弥陀佛。所以讲，今日真荣幸，吼、哦，我来到这做的代志，看到杨教授做的代志，我感觉咱做同款的代志，无同的做法。嗯，所以啊，我就跟大家感谢大家，真谢谢，阿弥陀佛。好极了，太好极了，好极了。那说的都是对。说的完全对，既是讲佛法，也是讲人间，讲人间最重要的法。事实上是这样，是这样，不像开示的开示。对，好，对啊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不过请你，这个确实啊，开始我一点行为啊，是啊，有我听。对，我讲咧，因为宗教战争在欧洲就厉害，完全没办法解决，这当代都没办法解决。他本来自己本来是中国里面是最好的城，最好的样子。但是四九以后，事实上大概只有可以剩下在台湾。在台湾做的最台湾应该找到这个价值，这个是最核心的价值。对，要有信心。比如没有，我们很少这个我听过几个书来跟讲这什么的，明白了。讲有些为政治修养，有啊，对啊，我讲为宗教信仰的修养，我讲这是台湾最大的，你讲无对，也是啊。我有一个老师哈。你看我们几千个人看嘛，你他也马来西亚，你去看一看，我他也看了，没有没有，我马来西亚里面那个，他跟你聊天，他跟你聊天，回家电话哦，那个切什么？他已经好几个周已经说了，偷东西切什么？不会的，对，那个冲突非常严重，真的很多。我有一个老师是佛学老师，不是教我的，我是。做佛学，我请他来，你知道吗？他有一天跟我讲说：“哈，师傅啊，心经很有用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有用？”我帮我老婆按摩，我就偷偷念心经。你知道为什么偷偷念心经？你知道吗？他老婆基督徒，他已经老到七老八十了，你知道意思吗？这他还要偷偷念心经，怕他老婆听了不舒服。按摩时，按摩时偷偷念，但是呢，感情很好啊。不会因为说我信基督教，他信佛教哪又不行、啊？其实台湾就是这个样子，台湾最珍贵是运气有够好，是有够好，所以这是事实啊，就是这样事实啊。七十多岁的老先生了，可见他们相处好久了嘛，而且各自信仰没改变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大家一起生活的。对对对，还帮他按摩，你看看。老板，你只要跨出台湾，跨出机场，看不到了就看不到了。你要知道这个台湾对台湾帮助有多大。是啊，我们在这边几乎不用花任何的社会成本。没错，没错。我今天讲那个没讲出那个名字，就是鲁汶大学。鲁汶大学它的社科院直接就问我们说：“你们奇怪的，台湾怎么会没有宗教战争？你们不是靠美国那么近吗？怎么没有那个 IS 去炸你们一下？”我说：“怎么可能来炸呢？我们对回教徒很好啊，伊斯兰教徒，他怎么会来炸呢？”他们完全傻到嘴巴都开开的呢。他真的是这样，结果我在那里办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类似这样子穿堂哦，你知道办台湾的剪纸、插花、茶艺、香道、素食，还有刻印，还有剪纸，通在这里办。啊，我寿星哦，为荷兰、扎加、比利时里，啊，因果干啊，啊，我平的人咧 hotel 内底哩，啊，我出来啊，我咧信徒哦，我煮给因食哦，遐个。高兴哦，只差没把我的盘子吃掉了。你说那我你们台湾的素食怎么这么好吃？我跟你讲一点寿司哦，跟那里讲超啊，你听我，他一讲我们台湾都是不得。哦，这跟人路跑了命。好新鲜呢，对不？真是呀，我搁里阿板花灰呢。他是什么？他是800年的鲁汶大学，何以鲁汶大学？伊是卡啥学？鲁汶大家，著名啊！你应该是非常老，非常古老，欧洲前几名的，最老的大，真的是最老大。他以前就是什么教廷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问你要搬的时阵哦，问你要搬哪里哦？我们为他当时刚好 IS 去炸他们那什么地方啊？他们的社科院的人，他跟什么跟我们说？我们真的去感动了他们。怎么跟我说的？他说：“师傅，我今天听你演讲哦，我觉得你们台湾这样。”真的令我很感动，可不可以请你今天的这个法会为我们做个祈祷？
我真的写祈祷文哦。结果我们有一个教授是台大成大的外文系系主任，跟我一起去的，杨哲明。然后呢，他先翻译成英文，然后他是社科院的里头就是副校长，他们副校长好几个。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？他把他改成诗，英文诗，然后我念是中文哦，他们念英文诗哦，规条靠噶并给。你说台湾的宗教是真的超级软实力？OK， 祝你成功。哎呀，不，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。那到底能？哎，我赶快应该。